啊，这台咱买你三台啊。是啊。我为什么要跟那么近近啊？没有，他说恰好碰到而已啊。为什么啦？恰好碰到而已。为什么啦？我不知道啊，都你不知道而已啊。后背了，后背了。别冲啊啦！不是故意的啦！不是故意的，你下次跟我刚远一点啊！刚那么近干嘛啦？看到红灯不会停你。